席朱立伦站在台上，率领支持者大喊四个都同意，共同站台的全都是国民党重要大咖，包括立委费鸿泰、郑丽文、松山新一区的市议员等等，呼吁民众一起为12月18号的公投投下同意票。全台湾都在努力，一起加油，四个都同意，台湾更美丽，四个都同意，人民大胜利。由立法委员费鸿泰结合松山新一区五虎将议员，在松山慈幼宫庙前举办的公投宣讲会，除了党籍立委和议员，另外市长参选大热门蒋万安、名嘴赵少康以及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也都亲自出席，并一一上台宣讲，场面相当盛大。四个同意就是民意，谢谢大家。四个都同意，台湾更美丽。台下的支持者头上也绑上布条，并自行制作立牌，就是要力挺国民党所提出的四个都同意台湾更美丽口号，希望经过宣讲会让民众更明白清楚公投的观念，让民众更明白清楚公投的观点，自己的权益自己顾。记者陈德华采访报道。